三楼买 French fries。啊，我天天都等我孙子回到房家，几时能够回到房家？这个就是靠法官、主控官大家工作人士帮忙我，看我的孙子几时回到房家。我孙子没有回到房家，我很对不起我的儿子。我已经出了钱去请 on the track， 他跟我讲啊，他讲我做每个的 case 都应该会拿回来啊，你不要担心啊，拿到我钱以后都没有做什么啊，空山我的也没有经过我们啊，你同意不同意我这样做？就是他自己乱做一场，做了然后就是讲你可以一个礼拜看他一次了、啊。你看我媳妇来到这边要六个钟头啊，回去六个钟头啊，十二个钟头啊，在里面啊，我看孙有多么难啊。